我的天哪！阿姊，阿姊啊，你讲怕啦？谁叫你安尼一猜一大猜啦？阿哥遐好呆啦，我很怕人，你搁徛伫人个后壁，你咪徛到边啊嘞？啊，你怕人，唔着通知一下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怕你要搁甲你通知，我就是要甲暗算嘞，暗算无着，迄就是你应该死好啦。你哪安尼啦？我咪甲你怕哦，你甲我怕，我怕倒两下。你敢？你甲我怕？我来唔敢，我来唔敢。哎呦，五条，五条来做古墓啦！哎呦，哎呦，老母慢慢咧，慢慢咧。我这是什么世界？我嘴皮去用怕，啊！你都无为我做主，我伫咧笑，这个用怕，我紧，我做红姑给你道歉来了。哎呦，好佳哉，我亲头瓜噗噗喊，拄只安尼哦，佳哉我救落来，去扒掉阮阿娘，啊！那无就是，我搁我红道歉五，免来用，是讲安尼呢。虽然介冤家哦，啊，不过对这个看详细，佫生一个一表人才了。啊，照甲阮哦，小弟的教师，这一定诗书满榜，好喏。啊，阮阿爹阿娘拢无爱为我做主呢，我面皮结较厚呢。人讲哦，无冤无家不成夫妻，来去遐甲问看有太太，若无牵手，阮要嫁做牵手。我来个拄好啊，冤家路头的，我是无想要佫拍你，要来走。等下。安怎？你著记着，我一定都爱冤家才用。啊，你哦，袂输到哪哦？我百久嘞看到你哦，我若无小闪一下哦，小待当时就要给红包啊。喂，江山老哦，我迄不是挑工的呢，其实重点是你唔对大声的呢。好啦，什么人唔对啊，拢无要紧啦。啊，我只要看你知你是姑娘家，我就要跟你计较，我哩回一句实嘞。安尼哦，才有礼貌。你拄只哪哩甲我回实嘞，唔对无代志，歹势啦。啊哦，客栈的所在嘛是阮较尿叫。啊，我也较冲动，迄我嘛对你较实嘞，啊你莫生气哦。哎呦，你转性安尼啊？唔是转性，这本来就我的本性啊。这本来是你的本性吗？拄只安尼七千五百，啊怎啊变到这尔啊真古锥好啦，无跟你计较啦。啊，我搁有滴要紧的代志要来处理。稍等嘞。要创啊啦？人讲哦，无事不进三宝殿，你会得比有杂。我有你的礼貌，人我嘛有淡薄的要求。要求？嗯。要叫我买礼物，甲你赔偿啊？哦，免免，礼物拢免。免？嗯，无免咯。我一句话要问你啦。哦，你问啊。我问你吼，你故乡地所在，啊，恁爹娘唔知有甲你定亲情无？定亲情？嗯。你看我这又气，哪有可能才见到定亲情？安尼，啊，你日后要出来牵手，条件唔知爱啥款的吼？只要若乖巧听我的话，安尼就可以咯。老乖一定会听你的话啦，啊！你看我这班的条件怎符合无？你是哦，啊！你啊你啊，你敢遐大声要甲惊着？无啦，是刚刚真意外，咱借问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20。啊！你刚查我几岁？我唔知咧。我今年18。哈！你今年才18尔？对啊。啊！你虽然讲你是我的姐姐，我是你的弟弟，那有可能弟弟去娶姐姐？我无这个兴趣，真歹势，我来走。等你。哎，啊！你真爱动我，你知影无哈？人遐佫有一句话，你捌听过无？什么话？娶某大姐坐金狗椅呢？真歹势，看来我坐袂起。哦，你安尼甲我拒绝，我这么面子，安尼我死落来，我要来死。你要死吗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嗯。真正？是啊。有影？会啊。熟悉嘞。对啊。吼，我先吼，无你有法度。你若吼惹我会丢，我就会做啊。有影无影？对。安尼好。我来表明，我咪改你啊！哎，真是的。可以啦，都没有同母，没有同母，他跟他没。奇怪，应该伊就无这大长，啊，那变个这尼啊大长着。哎呦，康小弟呀，啊你。哎呦，阿姐，你嘛好三百块有春呢。谁啦？连小弟你也好。我来连小弟你好，哎呦。我泉州城，哇！人咧食米粉，你咧讲话笑啦？啊！你当时咧食米粉啊？我哪有看到？迄意思就讲哦，你若只个我拄只当要教吼，你个教师要培养感情，要我有歹年当家母要掠家工，你无代无志走出来遮咧拍杂。啊！你只只家母要掠一只家工。我问你，表姐姐姐对你好无？袂歹啦。啊！我对你好，你啊袂歹，就有一支歹呢。上无嘛，还佫有一支好哩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小弟呀，啊，你也甲姐姐斗相共，我小足介意的呢。你介意哦？对啊。啊，你介意甲讲，就我甲我讲好不好？啊，无啊，你咪先甲斗相共一下啊。
替你讲真正。哎呀，对啊。好啦，看有看卖影的啦。安尼真实吼，啊，我对这这动作你免甲爹娘讲哦。袂啦，我袂甲我爹讲，你甲我斟啦。你啥我该存的呢？好啦，袂讲啦。对面讲。袂啦，绝对袂啦。好，加你吧。好。恁姊也不是啊，我住厝内底吼，感觉真无聊。我要倒转来。袂啦，你住遮老鼠足侪呢，逐工撞来撞去。来伊老公啊，我只要要倒来叫阮阿娘呢。哈？你要倒去哦？对啊。要唔跟阮阿姐叫我甲伊讲亲情呢？讲亲情啊，根本哦，阮两个无四岁啦。啊，上届无你嘛送一个纪念品给我嘞。我嘛知啊，你若要走，我一定送一个纪念品。来，好哩。这是啥？玉佩。玉佩。这个当然是啊，这你爷，你哪要送我？哈呀，这阮爹阿爹给我的啦，不要紧，这吼阮当好爷人，这看无在眼内啦。啊，那安尼是，我倒转来厝内底三工哦，我自然倒转来找你，继续教你驾车。我跟你讲哦，愈晚愈好啦。啊，无是爱偌久？一年好啊。啊，无十年也无要紧。哎，这尔啊，真久啊。对啊，我安尼你若无转来，我就唔免读册啊。赶快拢来听啦。爱听无看吗？等你倒转来。